teacher Cheng. When did you start practicing Sanda? 13岁. What attracted you to Sanda? 第一呢，主要能强身健体，就是把身体练好。第二呢，就是说小时候比较对武术好动，比较对武术感兴趣。 Has Sanda helped you? 虽然练桑拿很辛苦，但是非常有趣。像，就是说，有的时候会非常苦，但是很快乐，你心里很快乐。 What would you say to encourage the other athletes? 可以坚持努力去训练，让自己能喜欢上这项运动。 Zhuge Cheng Shui, how did you come to choose Sanda? 因为我比较喜欢武术，然后它是一个竞技性的体育，然后。 我小时候比较喜欢顽皮，然后喜欢打架，然后我就感觉散打这个项目，我比较喜欢，因为它也是两个人互相打的，然后我就喜欢。 How would you encourage girls to train Sanda? 其实散打对无论是男女都是一样的，对我们女生来说更有好处，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自卫，有防身的作用。 然后，其实咱俩这个项目很简单，只要你想要的话，用心去做，你就可以得到。 Zhang Luan, your style is so unique and different. Can you give advice how to reach your level? 因为我觉得散打嘛，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像玩一样，用玩的心态去练它，并没有说我一定要怎样怎样，就是在玩的中间去找感觉，来的更直接一些，就感觉在散打中间很自由。 What's your dream for the future? 我个人的梦想就是把武术散打发扬更大一些，然后大的梦想就是让这个武术散打进入奥运会。Anything that you would still like to say? 我想对你们说，人生可以选择放弃，但是不可以放弃选择。做一件事，要在享受中。